当一个人能够包容所有生活当中给你带来的不愉快，能够专注于你自身的品德而不是利益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就站在了佛性的本性处，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慈悲的人。希望大家一定要解脱，一定要放下，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暂时的，幸福就是靠自己的意念来支撑，有的时候一念善在天堂，一念恶你就进地狱，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一定要让自己心中的慈悲心永存，向观世音菩萨学习，向伟大的释迦牟尼佛学习，能够把佛法传遍世界。谢谢大家。台长想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故事，你们可能都不知道，我们伟大的佛陀啊，你们知道他有一世是干什么的吗？佛陀非常的纯洁，他跟自己的弟子什么都讲，他把他过去前世有的一些事情他也告诉他弟子。你们知道有一天呢，佛陀啊，他跟500位大比丘，就这么多的和尚啊，大比丘他的弟子500个，来到阿楼泉水边。除了阿难之外，这些人呢、啊、都全部具足有6个神通的阿罗汉，大阿罗汉，就是他们有神通的了啊，眼睛看得见过去了啊，能够耳朵听得见很远的声音了。这时候佛陀就向舍利佛他的一个弟子说，在久远以前呢、啊，有一个国家叫罗月支，当时呢，国内呢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节庆日，在大会当中呢，有2位大力士，一个呢是出生于沙地利王族的，一个是婆罗门的大力士，他们都报名当天所举办的扑斗赛，就是像现在相扑队一样，啊。赛前呢，婆罗门力士私底下向沙地利大力士说，哎，你如果能在比赛当中假装输给我的话，让我赢得这场比赛，我一定将赏赐的大部分的财宝全部给你。沙地利力士呢听了很高兴，就答应了他的请求。没想到这个婆罗门力士在得到国王的赏赐之后啊，竟然毁约，他没有将得到的财宝给这位大力士。过了不久，又到了节庆的日子，婆罗门大力士呢又提出了上次一样的要求，又得到了啊萨地利大力士的认可，但最后呢还是没有拿到赏金啊，这个人吹他牛。到了第3次比赛的时候呢，婆罗门力士呢又跟萨地利保证，如果这次你让我获胜，我将会将前2次所欠的赏金全部给你。没想到萨力士相信了他，最后又被欺骗了。隔了一段时间，全国又举行了节庆，两个人又碰面了，婆罗门的大力士竟然又提出了跟上次之一样的要求。萨地利力士心想，这个人太不老实了，我那一份赏金把我每一次打赏金都拿去，今天我要让他吃点苦头了。于是对婆罗门力士说，你
已经欺骗我三次了，我不要分你的财宝。便在众人面前用右手按住了他的脖子，左手他腰抓住他的腰骨，两只手像折甘蔗一样使劲地折断了他的脊背，再举起来环绕三圈丢向地面，让他当场毙命。这时候在场观看的国王和大臣们非常的敬佩大力士的威猛，便赏赐他10万这个金钱。佛陀告诉舍利弗说，当时的婆罗门力士就是提婆达多，而刹帝利力士就是我，因为我当时起的嗔挂贪财之心，所以愤而使其断命。之后数千年间，即堕于苦难之中，受烦恼之苦。今日我虽已成佛，烦恼漏尽，但因此业报，仍要长受脊背疼痛之苦。佛陀再次叮嘱大家，你看，如来虽已断尽诸恶，众善具足，能度化天龙鬼神乃至皇城百姓等一切众生，但不免要遭受这样的余报，更何况我们世间的愚痴之人大众，应当以此为警惕，擅自守护自己的身口业三业，远离杀盗淫的恶业，莫造妄言，两舌恶口绮语，不起嫉妒挂碍，不信因果之心啊。与会的舍利弗尊者、500阿罗汉和天龙八部、鬼神等皆欢喜听闻，依教奉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师父。我们自己的业自己背，不让师父背。我看1973年属牛哥哥。1973年属牛的，对，你的哥哥是吧？是。想看什么讲吧。看他的，他有常年的忧郁症加躁郁症。知道，知道，知道，已经看见了。你知道他有个女的在他身上，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啊，有个女的。有一个女的。啊，你哥哥怎么会生这个病，你知道吗？不知道。啊，他在感情上就受挫折了。是，他在大学时代有一个女朋友，啊，就分手之后就严重受挫。看见了吗？我告诉你，他这个女朋友他现在找不到了，这个女朋友已经自杀了，不是为他，是为另外一个男的。现在来找他，因为他 跟他的两个人的感情很争执。是，他大学实在是很争执。听得懂了吗？是，都能听得懂。大家看见了吗？所以人不要去欠别人的，欠别人一定要还的，明白了吗？是，师父，那要为他念多少张小房子？小房子要念84张。84张、嗯，可是他常常在晚上的时候就说他有一个 team 三个人，什么我三个人就是三个鬼啊，三个鬼啊，他晚上都不睡觉，然后都在房间里，然后大吵大闹。嗯，对啊，在他身上啊，所以他大吵大闹啊。是，你赶快给他烧小房子，他就小吵小闹，再继续烧小房子就不吵不闹。好，那师父，那因为哥哥是信基督教的哦，对，因为我们全家就是我娘家那边全部都是基督教受洗的。哦，哎呦，没关系的，是求南京菩萨，是南京菩萨是专门协调各种教派的，你要转教的话，你跟南京菩萨讲，是明白了吗？是，好吧，好，很容易救他的。现在三个，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一个男的是他的，还有一个灵性是男的，还有一个女的，
三个人晚上在他房间里，在他身上，他一个人扮演三个角色。对，一会儿讲男的声音，不，一会儿嘿笑。是，鼓掌。我跟他讲话的时候都很正常哦，可是他，对呀、啊，他就跟着那些空气讲很多话，然后空气跟空气讲、啊，跟灵性讲话呀，这还不懂啊？我知道，还跟空气讲呢，还跟细菌讲呢，看不见的。是，听得懂了吗？是，感恩师父、嗯。那需要为他放生吗？放吧，让他放，放生放，他要放3000条，慢慢放。3000条，好吗？好，嗯、那师父那个他的功课，因为他信基督教，那我他的功课的部分，你帮他念的之前要讲的，是啊，请上帝原谅，是啊，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是啊，我哥哥啊，我现在愿意帮助他，所以我念多少遍观世音菩萨的经文，请上帝原谅，我给他能够帮助他解脱，是要讲的，是也要跟上帝讲的。没办法的，宗教跟宗教之间都要讲话的，不讲话不行的。是，明白了吗？那另外那两个鬼，我是要念。不要讲人家鬼呀、啊！啊、哦哦，对不起。讲了不礼貌，他不开心了、啊，他搞谁来啊？是，对不起。你要讲灵性。灵性。那两个灵性，我要念多少张小房子给他们？先一个念86张，是，还有一个念76张。76张，86张，念了之后他就会好起来了。好，那要需要他嘴巴里会讲的，你一念之后，他嘴巴里通过你弟弟的嘴巴会讲的。哎呀，给我念这种经干嘛？啊，念给我经啊，想让我走啊，我就不走。妈妈们再继续念，念到后来呢，他就会讲了。好，再给我多少张，我就走了。我这个过程讲给你听了，好，听得懂吗？好，如果你听到他嘴巴里讲啊，叫你妹妹不要念了，怎么，其实就是鬼在跟你讲话。是，你不要怕，好，你坚强，好，感恩师父，勇敢的念，好，不停的念，感恩师父。师父，我再问一个亡人杨美黛，2017年2月走的。杨美黛，对，美丽的美代替的黛，木易杨。杨美黛，我妈妈。哦，你妈妈很好哎。哇，今天怎么不错嘛，玉界天，感恩师父、你帮他念上去的，感恩师父。你妈妈跟我讲，你不是太孝顺，知道吗？明白吧？你是死了之后才孝顺，拼命念，听得懂吗？婚姻也不好，他现在告诉我你婚姻不好，是准不准啊？准，真的很准。他还告诉我说你不愿意洗脚，对不对啊？他说你很小气，好好修啦，赶快帮他念啦。好，基本上不要什么念了，就帮他求求就好了。你可以叫你妈妈保佑你，好吧？好了，感恩师父啊、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让出这个号码的那个严敏师兄。师父，看一下2001年属蛇的男孩。2001年属蛇的男孩。看什么讲吧。他这个小孩从一出生到现在一直不好，就是那种也不会说话，精神。知道。哎呦，他不是这个孩子出生了，就是说他。他们家里住在这个房子里面有两个灵性啊，所以他爸爸妈妈也倒霉啊，一直倒霉，你知道吗？是的，这个就是房屋问题了，大家听得懂吗？他妈妈梦见过他这个灵性，前段时间梦见过他这个老房子上的灵性显化，而且还清清楚楚的出了他的名字，许愿以后呢，孩子马上就安静了很多。看见了吗？看见了吗？我说他房子出问题了就出问题了。是的。明白了吗？其他没什么，给房子的药精者180张。好，是。好吗？好的，是。老房子里面老灵性呀。明白了吗？家里一直倒霉啊。一直倒霉，他家一直很不好。现在知道吗？你们记住了，如果你们住的家里不停地倒霉，
我告诉你，就准备要搬家了。你听懂了？他搬出来就是不在老房子住，都找他，他就是梦见他回来。还跟着他？就是。那就更厉害了，那就说明那是前世的冤结了，不是单单房子的问题了，听懂了吗？对，他孩子还一直要回去那个他老家那个房子，一段时间以后，他这个灵性就显化给他梦境，然后他就梦见梦境看见的一模一样。对，在梦里就是台长现在看见的，听得懂了吗？对，是的，是的，是一个老人，知道了吗？嗯，好好好好修了。还有什么问题啊？师傅，这位我这是帮助一位同修的儿子问的，他小房子还需要念多少？小房子还要念1300张。1300张，好吧。放生多少？放生倒不多，340条。340条，好吧。师傅，感恩师傅，我们各自业障各自背，不让师傅背。嗯，好，谢谢。你想想看，有道德的人就不大会烦恼，就远离灾祸呀。你做出来的事情，用现在话讲，都放得到台面上的，你怎么会有凶灾呢？你偷偷摸摸的做很多事情，放不在台面上，你终有一天被人家发现，你就倒霉了。这个世间的一切苦啊，都是苦空无常的。啊，有个故事，印度有个婆罗门啊，他们的家中呢，婆罗门呢就是贵族了，他们的家中呢生了一个男孩子，长得非常的英俊端庄，父母亲非常的疼爱这孩子呢，从小就聪明伶俐，和一般的小孩子完全不同，在无忧无烦的快乐当中呢，这个孩子呢度过了黄金一般的童年，日子过得非常好。但是人呢，往往呢被欲望和快乐所迷惑啊，在欢乐的日子当中，谁也不想去想自己以后会不会痛苦。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快乐的时候，他不会去想我以后会不会有痛苦。你们谁都身体好过，你们想过你们以后年纪大身体不好过吗？没有。啊，这位婆罗门也是这样。啊，婆罗门家中的这个孩子呢，啊，他有高人一层的智慧，他非常聪明。啊，虽然他长在富有的安逸的环境当中，但是你没有想到这个孩子他会了解人生的痛苦和人做了很多的罪恶。这么小的孩子他就知道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因此在他成年之后，他辞亲出家当了比丘。你看了吗？什么叫辞亲啊？跟自己家里的亲人告辞，出家当了比丘了。有一次正当教化回来的路中，在阴蔽的森林里，就是很多的树林啊，这个地方很暗啊，遇到一对商人，做生意的人，他们从外乡从商路过此地，正好走到山这个地方呢，已经傍晚天黑了。那么商人们呢，啊，没办法，只能扎营在这儿过宿啊，扎营就是大家一起住在那个地方一个队。那位出家的比丘呢，看到这些商人呢，啊，大小的车辆还有大量的货物啊，他一点都不关心，他像没看见一样，他就只管在离这个商队不远的地方徘徊，自己慢慢的走来走去。这时候从森林里另一边来了很多的山贼呀，他们来偷东西了，抢东西了啊！
他们打听到有一个商队经过，就想在夜幕降临以后劫财劫物。当他们呢偷偷摸摸靠近商营的时候，就是商人扎营的地方，却发现有人在营外漫步。哎呦，有人在外面站岗啊放哨啊，在漫步嘛。他怕商队有备，所以想等大家睡熟了才动手。他们就埋伏在山边上。然而营外巡回的那个人，就是那个法师啊，通宵不入营休息不睡觉走过来走过去。法师走过来走过去，他不会像你们走过来走过去的，他一定嘴巴里在念经嘛结果天渐渐亮了，那几个山贼呀，因无戏可录，气愤的大骂的就离开。正在营里睡觉的商人看见他们走的时候，因为那些人跳落马走到山堆这个地方等着进去结果一看没方法就走了。走的时候非常生气嘛，就骂骂咧咧的骑着马就呱啦呱啦呱啦，大家就走了。他们赶紧跑出来看，只见一大队的山贼啊，手持铁棍木棍往山上跑去。营外唯有一个出家人站在外面。商人惊恐地走上前去问道，哎呀大师啊，您见到山贼了吗？是的，我早就看到了，他们昨天晚上就来了。这个出家人很平静地就跟他讲，大师啊，那么多的山贼呢，你怎么不怕呀？那独自一个人你怎么敌得过他们那么多的山贼呢？出家人一点不紧张不慌忙，他非常心平气和地说，各位，见山贼而害怕的那是有钱的人，我是一个出家人，身无分文，我怕什么？贼所要的是钱财宝贝，我既然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无论住在深山和茂林里，我都不会起恐惧心。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很多人的愚昧无知，我们现在的人对那些不实在虚幻的金钱啊名利啊，今天可以有明天会没有的这些东西，瞬间可以流失的或者变为别人的钱财宝物，大家不肯丢，而且舍自己的性命去狂夺，而对自己拥有的这种善心平安的一种生活，平静的自由自在的一种心理，我们却视若无睹。在法国的巴黎郊区，有一家店，非常的好玩，它叫黑暗滋味餐馆。这家黑暗餐馆跟其他餐馆没有太大的区别，唯一的区别是营业的时间没有照明灯，而且是比较黑暗的，几乎看不清灯光，服务员都是经过特殊培训的盲人。在这家黑暗滋味的餐馆当中，曾经发生了一件很多有趣的事情。有一对夫妻因为性格不合，他们面临的感情崩溃，
在离婚之前一起要约定去吃最后一顿晚餐。他们为了避免尴尬，就选择了这家黑暗滋味的餐馆。可是在用餐的时候，妻子不慎被打碎的酒瓶划破了手指，丈夫一边安慰着她，一边摸黑为即将分手的妻子匆忙地包扎伤口。当他们两个人一起走出餐馆的时候，妻子才发现丈夫的一个手指在往外拼命地渗着血。原来他急急忙忙帮妻子包扎伤口的时候，自己的手指出在的玻璃杯上。不知为什么，妻子突然泪流满面，紧紧地抱住了先生。有记者采访这家餐馆为何要这么开办，老板说，人只有品尝黑暗，才能真正感受到阳光的珍贵啊。一个人不珍惜就会失去。我们不珍惜身上的首饰，有一天会丢掉。我们不珍惜自己的父母亲，父母亲会离开我们。我们不珍惜自己的孩子，孩子会离开我们。我们不珍惜佛法，佛法也会离开我们的。懂得珍惜的人才是一个智者，要懂得珍惜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缘呐、啊，有缘千里来相会啊。我们的佛陀今天和观世音菩萨一早就到这里来了，那是有缘万里来相会啊。